1982年，火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学三元起家，慈悲度众，济弱救贫。2007年，火源禅师购入南投八卦山思县吊金钟宝地28公顷，尊天法旨，规划为易经大学维新圣教学院。2021年农历6月19日，维新大礼堂举行奠基动土大典，一座专属于维新圣教的国际级传法殿堂即将成型。占地1570坪，以顺应地形的高低差设计，与自然环境完全相融。高49米，宽72米，呈正方形，左右对称，庄严沉稳。地上4层大礼堂主体可提供5000席座位，地下3层国际会议厅与弹性教室可提供约3000席座位，总计8000席，是目前国内礼堂中最大量体。顶尖的建筑团队，最先进的软硬体设施，共同打造这座划时代的弘法场域。火源禅师克服万难，于王禅老祖倒驾慈航40周年纪念日动工兴建，依法旨定于2026年完工，总经费高达10亿元。未来完成后，将是诸佛菩萨慈悲光降、传道度众、弘法立身之地。本建设工程浩大，意义非凡，尽邀十方善信随缘护持布施，同沾法喜。护持账号：台新银行建北分行2068100005069，户名：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。洽询专线：04-2473-0586。